该吃药了。高祖，高祖，高祖，咏梅，爹求你了，高祖，你醒醒吧。高祖，没搞错，死的就是吴嫔。高祖，高祖，你就打算一直这么下去？为了一个吴嫔，你值得吗？告诉我，告诉我，你，告诉我，你真是让我太……告诉我，老爷，老爷，不好了，突然来了许多官兵，说是来抓你的。捉拿胡子坤，这就来了。封锁大门，胡家所有人等，老爷，外出，快躲一躲吧。谁是胡志存？我就是。抓起来！是。哎，你们干嘛？哎，你们干什么？不是说好了吗？只抓我，不许骚扰我女儿吗？你们，住手！哎，老爷，老爷，走，快！老爷，咏梅，咏梅，这可怎么办呀？干什么？小姐，不能去！小姐，你不能去！大人，胡志存被抓了，你知道吗？什么时候的事？一个时辰前，听说被抓了之后，都没在西安停留，直接去了京城。那就对了。吴叔，吴婶，咏梅。吴叔，求你救救我爹！什么事？你快起来啊！我爹被官府的人抓走了，我家也被抄了。老爷，吴叔，吴老板，吴管家，你家老爷被谁带走的？不知道啊。是西安府的人吗？不像，听那带队的说话，像是京城的口音。京城啊，有没有说他犯了什么事儿？什么都没说，但是老爷好像早有预感。还有谁被抓走？我们掌柜的也被抓走了。古月药材行，药材行也被抄了。都抄了些什么东西？有包装的袋子，还有一些药材，还有账本，尤其是和东院生意往来的信函和底单都被抄走了。还有别的吗？还问了我们话，问的都是和东院的往来，尤其是问了上次那批货，就是供应军需血劫的事儿。血劫？没了，老爷，会不会被人偷了？谁会要那个东西啊？我这个上次，东岳做军需做了十多年，一向都平安无事，为什么今年就有人举报？为什么沈月生会死在我们的库房里面？为什么你藏好的药材会凭空消失？你能看在和我爹十几年交情的份上，救救我爹，吴叔。只要能救我爹，你让我们胡家怎么样都行。我求求你了，吴叔。咏梅。恐怕救不了你爹。为什么？
这事儿应该是冲着我们东院来的。大白，老爷，胡家什么情况？自己一个人走一走。敲神堂的钟啊！哎，对了，爹娘，刚才我去胡家，看见胡家被抄了。什么？哎，爹，爹，出什么事儿了？
是神堂的钟自打设立以来只响过两次，一次是咸丰11年，一次是同治5年。大哥，坐。我刚才听有人敲神堂的钟。我敲的。啊？东岳出事了。大哥，这军需案不是都已经了结了吗？这胡志存被抓，这很显然是冲着我来的。大哥，这里没外人，我想问一句，军需药材你到底有没有做手脚啊？我吴卫文对着吴家列祖列宗发誓，从我掌管东院以来，不管任何生意，我从不弄虚，从不作假，如有假话，天打五雷轰。那我就放心了。那还有啥担心的？大哥，你还敲神堂的钟，吓坏我了。这已经查过一次的案子，就再查一次，那就表示有人对上一次的结果，他并不满意啊。谁呀？抓胡志存的官兵，都是从京城调来的。我们在京城也有关系啊。大哥，为了谨慎起见，我觉得你应该和他们联络一下。大哥，不好啊。什么？爹。秀云，你来做什么？我听到钟声了。这大夫不是让你好好静养的吗？东院有事，我怎么静得下来？干什么，老四啊？大哥，泽火阁凶卦呀，下离上兑，水在上而下焦，火在下而上升，火旺水干，水大火稀，是水火不容啊。这也预示着女人害身，有命无人呐。大哥，老四啊，你啥意思啊？现在我终于明白了，这东院为什么接二连三的出事儿，这都是有原因的。什么原因？原因就是他。四叔，你这说的是什么呀？吴聘成亲的当天，我亲眼看到一个扫帚星从东院划过，当时我不敢说，现在我终于相信，那就是灾星入门。你胡说！还有，吴聘去世的当天，天象竟然是金星凌日，这也预示着东院是被女人祸害的。大哥，你完全是在胡说八道！大哥，东院想化险为夷，当务之急就是把这个女人从东院赶出去。你。